我命令你，在医院养病待命。是。喝粥吧。 你要干什么？我要劳动，几点了？你装什么糊涂？啊！现在就是找你上班吗？你难道不清楚为什么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哎，我要见宋所，你跟他们说我要见他。话我会帮你带到，但是我不敢保证宋所来见你。耐心待着啊！你等会儿，你开门。 出院了，前天让你休养带病，你不听啊？现在是破案的攻坚期，部内办点松懈，我的身体没问题。不，可是前……哎，文队，这小子又开始闹腾了，死活都要出来干活，你说怎么办？你看，还得我来吧，这叫一物降一物。走吧，没事没事。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如果你对现状不满的话，很简单，我们可以拘捕你，换一种场合，换一种方式坐下来谈。拘捕？我不明白啊，我也不懂，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这种拘捕它合不合法。如果你们非要拘捕我，硬要拘捕我，那我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也没辙。 宋总，您说的话，我属于咱们这个社区的一员吧？是。那按照社区的规定，是不是应该保护像我们这样的人的权利和尊严呢？对，你说的没错，我们是要维护你们的尊严和权利，但前提是你要遵纪守法，这不是你逃避法律的天堂。罗晋，这个问题你必须正视。我们现在掌握了很多。 关于白狼贩毒集团的案情，和你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是你呢，始终洗不清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干系。你在社区内的合理要求，我们会兑现；社区会帮你戒毒，但社区也有义务协助警方对违法乱纪的人和事儿进行调查。你先要自证清白。自证清白？你们先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现在让我自证清白。 这不可笑吗？你认为我们可笑是吧？我倒觉得可笑的是你和阿琼，因为你，阿琼被打得奄奄一息，现在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可是你呢？你在这儿跟我们耍嘴皮子，啊？自认为我们拿你没办法。 你一直说你不知道，你想撇清关系，但是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从头到尾，你都没问过一句廖明康为什么会绑架阿琼。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一个正常人一开始就应该问一句：为什么？
现在只想见阿秋。该吃饭了。那从现在起，我见不到阿琼，一口饭也不会吃的。罗静，你想用绝食来威胁我们吗？冷队长，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你这样用阿琼去刺激他真的好吗？有什么不好的？这是办案的方式方法。好，那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我们来谈谈阿琼。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让罗静见见阿琼呢？现在不是考虑人道主义的时候。我问你，如果罗静是犯罪嫌疑人，那么阿琼会不会是涉案从犯？完全有可能。既然你承认有这可能，那我怎么能够坐视这两个重大嫌疑人当着我的面堂而皇之的去交流串供呢？啊，你怎么排除这可能？我不排除，可问题就在于说，你拿什么证明他们俩是罪犯？他们俩连嫌疑人都算不上。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够被动的了，手里没证据，在找到新的线索之前，阿琼是我们唯一可以撼动罗静的砝码。难道我们要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吗？您没事吧？来，您先坐下吧，我去找秦倩去。都怪我不好，我不应该跟你较劲的，我以后有话一定慢慢跟你说。第三次了吧？这好像是咱们第三次吵起来，事不过三，不会有第四次了。你也别着急，不管是案子还是身体，都急不来的。宋锁，宋锁，宋锁，阿琼醒了。对了，医生。那件事情他还不知道吧？哦，到目前我还没有和他交流过。好，那就暂时先不要告诉他了。啊，你看，目前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稳定，你要和他交流，尽量减少时间。好，你放心吧，我明白。哎。阿琼，阿琼，你终于醒了，我是宋婷。宋所长，阿琼，你别激动，你没事了，你已经安全了啊，你已经安全了。金哥，他现在在社区里。他也还好，他很惦记你。我要见他。等你好一点，等你精神一点，我就让你见他。现在不合适吧？阿琼。
知道你现在身体很不好，不想太为难你。你只要告诉我一件事：廖明康为什么会绑架你？你看，你都被欺负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在隐瞒什么？是替自己，还是替罗静隐瞒呢？啊！你说话呀！冷警官，冷警官，你不要再说了，他会有生命危险的。阿琼好不容易才醒过来，他得有时间恢复。你这么着急，会适得其反。我能不急吗？要知道，我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了。小伙伴，宋总，冷队已经交代过了，如果他今晚还不进食，我跟刘队要给他进行强制的进食措施。别呀，再等一等吧。还等？你要等多久？一天，就给我一天时间啊，一天。宋所长，请。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阿琼醒了，医生说他正在快速的好转。真的？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你的名字。那他还说什么了？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说太多话，我就看了他一眼就让他休息了。现在可以安心吃饭了吗？罗晋，你不相信吗？除非你们让我见到他，否则我不会相信你们的。罗静很想见你，但没有批准，因为绑架案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调查清楚，而罗静也不愿意配合调查。那天冷队很生气，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我知道在你现在这个情况下，我是特别不应该拿这个事儿来为难你的，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罗静的身体，他因为见不到你绝食了。他的身体情况你很清楚，我怕他因为一时的意气用事把自己身体弄垮了，就会……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阿琼，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劝他回头。但我也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你信任我吗？等我一下。静哥，知道我心里很着急，你为什么要绝食？你知道吗？你过得不好，阿琼心里就不好受。你过得不好，阿琼就没有希望。静儿，
空腹时间太久了，身体脱水性昏厥，马上送去医务室吧。来吧，帮忙。来。来，把衣服披上，不要再着凉。瞧着这事儿，有谁阻拦，就说是我的命令，救人要紧。这个是阿琼的病房，是昨天晚上拍的。靖哥，靖哥，不是不让你们俩见面，而是你们俩现在的身体状况都太糟糕了，我怕你们见面太激动。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把身体养好，把问题说清楚，我一定会让你们俩见面的。如今，请你相信我，等他身体好一点，我亲自带你去见他。哎呦！啊，我不用见他了。完成楼上再看一遍吧。天天，你这几天没事吧？我没事，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声音。阿琼终于醒过来了，我这就放心了。妈，阿琼让您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您就一点都不怪他？看得出来，阿琼的本质不错，就是被感情蒙蔽了。他犯的罪，自然由法律去制裁、去追究，可他也是个受害者，我挺同情他的。我也这么觉得，可是我有种预感，即使他醒过来，他也不会给我们提供什么线索。糊涂啊！
冷队长现在怎么样了？抗病毒的药物让他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可是好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感染的迹象。他不容易呀、啊，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有时候看着他的眼睛，就想起你爸爸是个好人，更是个好警察，但未必是个好父亲、好丈夫。罗定现在没心事儿了，他肯定会准备着跟咱们死扛到底的。哼。罗静看阿琼录像的时候，他情绪波动很大，后来还哭了。我看咱们也别舍近求远了，让医院抓紧给阿琼治啊！只要他能够尽快好起来，达到咱们的寻人程度，咱们就以他作为突破口。我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恰恰相反，我觉得你们把阿琼当作突破口，那完全是浪费时间。你也太没信心了吧？阿琼是个很柔软的女人。她是个柔软的女人没有错，但是我自信，我比您更了解一个女人的想法。一个死心塌地的女人，有时候比男人还要坚强。喂。冷队，该打针了。好，我马上回来啊。怎么了？该打针了。陪你回去。冷队长您好，前厅来看你了。冷哥，哎呦，躺下，别动，别动。冷队长他伤口也不深，经过处理的话愈合也比较好，主要就是一个职业暴露的问题。哦，那好，那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哎，没关系，没关系，谢谢啊，好，谢谢啊，不客气，谢谢。哎呀，来前厅了，你大老远跑来干嘛呀？啊，来看看你。来来来，洪哥，你要的保密档案复印件。给你带来了，太好了。倩婷，有什么话您直说吧。文坤，我想来想去，我还是想啊，暂时先把你从这个案子上给撤下来。这为什么？哎呀，为什么呀？你这个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安心养病。现在有谁比我更熟悉这个案件呢？我不能当逃兵啊！哎呀，就你这个样子还能硬撑啊？职业暴露是不小的问题啊！啊，不能开玩笑。江副厅长，多少年了，这次白老离我们是最近的一次。我知道你关心我的身体，你要相信我，我不会无故逞强的。不是有宋所长和肖虎帮我吗？希望你再给我机会，让我留得住专案组，好吗？您说什么？撤下来？哼，这小子死活不答应，倔得像一头蛮牛。哎，你现在也是专案组成员，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冷队现在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太好，但是他对药物的反应也已经越来越小了。前副厅长，这事儿您是不是可以再考虑考虑？毕竟冷队跟白狼跟了这么多年，您现在把他撤下来，我觉得稍稍有一点点残忍了。如果您担心工作成效，我愿意多帮忙，只要您相信我的工作能力。哎，怪不得他极力推荐你参加专案组，两个人连说出的话都一样啊。好吧，暂时先保持现状，再观察一段时间。对了，别忘了我给你布置的特殊任务，要好好的看着他，继续工作，
但不能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身体千万不能出问题。后面检查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第一时间向省厅领导汇报。是。啊。该犯罪团伙头子和他的妻子最终死因是集团内部火拼，导致该集团分崩离析。目击者确认行凶者是原集团成员白狼，外号白狼，使用一把特制豪华左轮手枪。经法医鉴定和弹道报告确认，团伙头子夫妇两人死于同一把手枪。另外，这对夫妇有一个幼子，名叫岳雄，经过目击者证明被白狼当场抱走，下落不明。冷队，您赶紧吃饭吧。好，谢谢啊。一部分兄弟已经在城乡结合部准备好了，还有一部分兄弟正在路上，就等你的命令了。你辛苦了。啊，你先去休息，我想静一静。别看了，别一会儿又看晕了。资料里啊，除了提到月雄案子的信息，还有一些后续资料，里边提到了宋婷的母亲。宋锁的妈？嗯，她不是当老师的吗？怎么和案子有关？绑匪为了报复宋伟华，绑架了林敏，这样她的腿才摔残的。哦，想不到阿姨还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干我这行的就不该有家庭，这样就伤害了别人。冷队，你这也太消极了吧。按你这么说，我们这么多兄弟还有我，那打一辈子光棍啊。什么正事？这第二批外调去丽江调查户籍资料的办案人员已经回来了。这是他们扫描的户籍档案原件。这么新的，嗯，都是地震后重建的档案，清一色新的。虽然很简单，但疏漏也很多。年纪很相仿，体貌特征相似度很高。可惜啊，在30年前没有留下 DNA 资料，否则轻而易举的就能得出结论。即使有这样的资料，他想甩脱干系应该也很难了吧。你这是？阿姨，这次您帮了我大忙，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所以就挑了束花，也不知道您喜欢吗？喜欢，不用谢我，谢我们家老宋，是他帮了你们。
对了，冷队，我听说前副厅长给你带来了档案，是关于我爸以前办的案子的。是。我爸以前是不是特别英勇，特别能干？我妈从来都不跟我聊我爸工作，我也不敢问。那你可以问问我，在档案里到底找到什么线索？我能知道吗？你现在是专案组成员，当然可以知道了。白狼犯罪集团二号人物岳雄，他的父母原是金三角的第一大毒枭，是白狼同伙。白狼为了摆脱警察而自保，他出卖了岳雄的父母，并杀害了他们。他向岳雄隐瞒了事实，并且收养了他。当然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岳雄的身份在很多地方和罗静吻合。那我们不就可以直接审问罗静，跟他摊牌了？我需要找到最直接的证据，一举击垮罗静的信念。冯队长，听说您伤得挺严重的，我希望您早日康复。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思想上的。像我们这样的谈不上什么思不思想的。罗静，你太谦虚了。阿琼，你想知道罗静的情况吗？刚才我去看了他，他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尴尬。我们需要你跟我们的好好的合作。其实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罗静。阿琼，你听我说，这谢书记，你好，你好，嗯，你好，你好，黄主任，你好。吴副市长，小宋所长，这么快就来视察工作了？我不是来视察，我给你们带好消息来。哦，是吗？嗯，宋所，你怎么又来了？什么意思啊？不希望看到我？我这可是来工作的，没听吴副市长说了吗？有好消息。只要你每一次来都给我带好消息来，多少次我都不嫌多。来，您请坐。是的。申主任，请坐。市长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你坐。来，小宋，坐下。坐坐坐。好。宋所，咱们雨露社区从启动到一期宿舍的落成，开河市政府一直给予了大力支持。今天我跟市长过来啊，还有个好消息要带给你。吴市长，小宋，我代表市政府感谢以宋所长为首的社区领导和全体干警，你们共同建立的雨露社区是我们开河市的骄傲。开河市有18个居民社区，经省禁毒委跟相关部门和开河市政府研究决定，从今天起啊，正式纳入了开河市社区的序列，成为了开河市的第19个社区。来，这是正式公文。既然纳入了正式的行政管理，我希望啊，雨露社区尽快的成立居委会。居委会成立以后，马上就有任务。大家都知道，我们开河有18个社区，每年都要举行群众的文艺会。我代表市政府，正式邀请
雨露社区参加今年的文艺汇演。19号社区的旗号啊，打出去。太好了，我们有自己的艺术团。那好啊。备唱。水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怎么样？哦不哦不，我不管，我都说了全都交给你了，你提点意见嘛。怎么样怎么样？真不错。你看人家回答多给力。行了。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风雨走遍了世界的角落，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冷队，冷队，我想问，这虫的病人呢？好像出院了。出院？嗯。哎，宋总，你怎么来了？哦，冷队那性格你也知道，他非要出院，我也拦不住。不过，这次情有可原啊，我们有个大行动。来，跟我走，里面请。想到要利用这次机会了，你不是跟我一样吗？啊，我们是心有灵犀。文艺汇演是开河的大阵仗，如果白狼还在开河，他就一定会注意到这条消息，那么他就会想尽办法要见罗晋。是啊，这次机会创造很难得呀。第一呢，要确保白狼知道；第二，也就是最重要的，罗晋，一个巴掌拍不响。因为罗静他在整个世界。明白，罗静那边我来解决，无论如何我都会说服他来参加演出的。而且下午我观察过他，我觉得有希望。啊，那你说说你准备怎么办呢？哎，宋科长，待会小伙开车回来我送你回家吧。啊，不用那么近，我散步回去就行了。好。有件事情想问你。啊，你说吧。我们边走边说吧。哎，资料上有没有提到过我母亲的腿是怎么受伤的？啊，当时在破获贩毒集团的大案里面呢，你爸爸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卧底的角色，这样呢也和毒贩结了仇了。档案资料显示啊，有几个漏了网的毒贩，为了报复，他们就绑架了你妈妈。就这样。这些我都知道，我想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哦，当时你爸爸很快就找到了线索，你也知道，这些毒贩都是丧心病狂的亡命徒，你妈妈呢也在他们手里面，所以当时警方一时也下不了手，就这么僵持着，僵持了很长时间。你妈妈呢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所以说她就从那楼顶上
跳了下来。当时你妈妈的表现，确实让我们……宋组长，宋婷，宋婷，别哭，别哭。我是一片雨露，滋润快要干涸的土壤。我希望我是一道阳光，洒向布满乌云的地方。我不再送平凡的形象，我只是出现在需要我的地方。也许没有英雄的力量，我也勇敢加入这场黑与白的较量。也许没有英雄的伟大，只想帮助迷失的灵魂找到方向。是一座桥梁，让你走过生命的彷徨。我希望我是一盏路灯，在黑暗世界为你点亮。不必再送平凡的形象，我只是出现在需要我的地方。也许没有英雄的力量，我也勇敢加入这场黑与白的较量。也许没有英雄的伟大，只想帮助迷失的灵魂找到方向。也许没有英雄的伟大，只想帮助